近日如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进行的如火如荷，中国健儿在赛场上拼搏的同时，也让大家看到祖国的体育事业在亚洲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截止发稿前，中国队已获得17金12银9铜的骄人成绩，稳居金牌榜第一位。第一届亚运会是在1951年印度新德里举行，每四年举办一次。其实亚运会还有一段前身，只因后来二战导致停办。那么亚运会的前身是怎么样的呢？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上世纪初由中日非当时为殖民第三国拔起而形成的亚洲最大规模的运工会。远东运动会于1913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第一届，起初每两年一次，后改为三年四年举办一次，轮流在菲律宾马尼拉、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阪举行。1937年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远东运动会停办。历史上的远东运动会共举办10届，即便是在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中国运动员依然取得不凡成绩，尤其是国足。据统计，在10届远东运动会的足球比赛中，中国共获得出第一第二的9次冠军，在对战日本队时赢4-5个球是很常见的，这样的成绩大大鼓舞了国民士气。